心上人不惜用鸟屎美容、蜜蜂封唇、用水泥做全身 SPA。 包子今天带来电影《白雪公主之魔镜魔镜》。从前有一个富饶的国家，皇后生下了一个全身雪白的孩子，取名为白雪公主。但不久之后皇后就去世了，国王为了更好地让白雪公主享受母爱，娶了一个新皇后。但没过多久，黑魔法入侵国家，国王为了人民的安全独自踏入森林，却不幸被野兽杀死。从此之后，皇后成为了国家的掌权者，白雪公主则被常年关押在房间里，直到她18岁生日这天，善良的仆人告诉她，此时的人民都活在水深火热中，早就不像以往那样幸福，而这一切都来源于皇后的挥霍无度。白雪公主应该夺回权力挽救人们。为了验证仆人所说，白雪公主偷偷从皇宫里溜了出来，在经过森林的时候遇到了两个被脱光衣服倒挂着的人。原来这是隔壁王国的王子和他的侍从，在森林里他们遇到了小矮人的埋伏，不仅钱被抢光，还被羞辱了一顿。白雪公主看到他们的窘样，忍不住笑出声来，最终还是帮他们解开了绳子，公主和王子就此一见钟情。但因为路途方向不一样，两人依依不舍地道别了。王子要前往皇宫拜访皇后，白雪公主则去往了城里。在那里她看到大片的饿得不行的人民，皇后颁布的严苛税收早已让人们喘不过气来。此时大臣又来张贴加收赋税的告示，说什么野兽进犯需要钱部署防御措施。其实是因为皇后对前来拜访的王子一见钟情，决定举办一个史无前例的舞会。除此之外，皇后还进行了一场全身大护理，珍贵的鸟屎面膜、小鱼仔去死皮、蜜蜂封唇，还用特制的水泥覆盖全身，让肌肤紧致雪白。可到了宴会开始时，皇后并没有如愿和王子跳舞，在阴差阳错中，白雪公主捷足先登。原来白雪公主回到皇宫后，得知邻国王子到来，便想联合王子将皇后推下王位，谁知眼前的王子就是森林里的那个狼狈少年。同时肢体接触的过程中，公主和王子暗生情愫，但这一切都被皇后看在眼里。舞会还没结束，公主就被皇后抓了起来。面对这个年轻貌美的情敌，皇后随即派大臣将公主带到森林里灭口。但大臣看着这个美人根本下不了手，于是放走了她。白雪公主一人在森林中四处寻找出路，却意外撞到了树枝，接着便晕倒了。再次醒来时，她发现自己在七个小矮人的家里，小矮人们好心地安顿了白雪公主。另一边，大臣在骗过了皇后之后，按照指示将公主死亡的消息公布全国，同时还不忘向人民收税。但他在回皇宫的路上遇到了前来打劫的小矮人们，三下五除二，大臣全身上下就被洗劫一空。等到小矮人们回到家时，白雪公主早已做好了丰盛的饭菜。但在得知小矮人们是抢走了人民交的税之后，白雪公主立马拿着钱回到了城里，还将小矮人们塑造成伸张正义，从大臣手里抢回税收的英雄。小矮人也第一次受到了人民的钦佩。虽然白雪公主不愿意小矮人们再以偷盗为生，但他们也就只有这个本领。于是白雪公主和小矮人们约定，从今以后劫富济贫。接着小矮人们开始教她偷盗技巧以及必备的防身术。与此同时，被洗劫一空的大臣终于回到了皇宫。此时王子也刚刚得知白雪公主的死讯，还来不及悲伤，在得知大臣是被小矮人欺负之后，他想起了自己耻辱的经历，马上带着皇宫的护卫队前往森林。可还没找到小矮人，他就先遇到了公主。看到公主死而复生自然是高兴，但王子发现他和小矮人是一伙的，忍不住亮出剑来。公主发现王子带着皇后的护卫队，也误以为他和皇后是一伙的，还来不及说清楚，两个人就开始大打出手。然而白雪公主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，几个小技巧就将王子制服，于是王子再一次被扒光了衣服，同时还向皇后带去白雪公主还活着的消息。这让她愤怒极了，马上利用魔镜使用了黑魔法，将大臣变成了一只苍蝇，又拿出了爱之迷药哄骗王子喝下。就这样，王子成为了皇后的舔狗。可想而知，面对这么一个身强力壮、长相帅气的王子，皇后不会放弃一切占有他的机会。于是皇后决定马上和王子结婚。白雪公主听到他们即将举办婚礼的消息时，心中瞬间空了一块。但她不是一个软弱的公主，她对自己有信心，也有勇气反抗皇后的暴政。于是白雪公主带着七个小矮人闯入了结婚宴会，在皇后出场前联合小矮人们成功地掳走了王子。看着王子对皇后这么痴迷的样子，小矮人们觉得王子中了魔咒，于是使尽了浑身解数。
但最后发现还是没有公主一个吻好使，在献出了初吻之后，王子的魔咒解除了。此时气急败坏的皇后无法再忍受白雪公主，她亲自上阵，还派出恶龙消灭公主。经过这段时间的锻炼，公主早已坚强了许多。为了心爱的王子，为了善良的小矮人们，为了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，她拿起匕首刺向了恶龙。瞬时间，一道亮光闪过，去世的国王原来一直被禁锢在恶龙的体内。十年之后，父女俩终于又见面了。在这种大团圆之际，王子向国王提出了迎娶公主的想法，于是他们举办了一场属于王子和公主的盛大婚礼。就在公主收礼物的环节，一个全身包裹严实的老奶奶出现在宴会上，她拿出了一个苹果，希望白雪公主能够品尝。白雪公主看了一眼老奶奶，这不就是曾经耀武扬威的皇后吗？黑魔法消失后，她的容貌也变得不堪入目。白雪公主自然没有上当，反倒是切了一块苹果递到了她的嘴边。 Age before beauty. It's important to know when you've been beaten. Yes. 曾经皇后以为拥有黑魔法就能为所欲为，但这毕竟是白雪公主的故事，皇后始终是配角，无论如何都赢不了这一场博弈。不过这个版本的皇后说话幽默风趣，为人搞怪，还真是讨厌不起来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包子讲的故事，记得